最远的一个客场。休息加油。我本身不是一个陕西人，我是一个江苏连云港人。我因为当时在2019年的抖音平台上，看到了我们陕西球队4万多个人在省体去加油助威的一个场景，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。联合已经融入到我生活的一部分了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支球队了。陕西联合和我们的联合球迷来到了上海，来到了江浙沪的主场。我觉得就像我的远房亲戚来到了我家做客一样，感觉倍感亲切。虽然感受不到球场的实力，那我们可以自己营造一个客场，然后就是一个外地的一个第二主场的一个氛围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休息加油！做分析，有了台车来了，咱们就是为了战斗，这90分钟争取把三分带回陕西，咱们一起为球队加油，好不好？
总是喜悦的。让二追一的逆转，特别让人振奋人心。从一开始就是说，场地分控了，我觉得也无所谓，既然能站到看台外边，就相当于，与球队距离也不远，我们也能更近距离的跟球队在一起战斗，我们觉得是无所谓的。